找你。嗯，我去。哦。他去找他的时候，他正好出来要找别人。嗯，尴尬尴尬。跟你最熟，我就想说继续。好。好，那走吧，去吧去吧。大家都有想选择的人去合作。当我面对这样的情景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，很想这样的自己快点过去，可是情绪来的时候它总有个过程。